太阳神的导师，感恩宇宙天地的一个力量。那感恩英奇的一个引荐哈，所以让 Stanley 有这个机会啊，今天能够在这边做一个分享。那感恩我们两位美丽的主持人，还有感恩现场的各位嘉宾们，大家午安。午安，我是 Stanley。在 Stanley 的故事哈，我想 Stanley 先做个调查哈，就是曾经听过 Stanley 故事的有没有？哦，新出场比较多哈，新出场比较多一点。那 Stanley 就把几个重点稍微带一下。我在2013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在一个生意上的一个问题啊，所以那时候被倒了1800万的一个债务。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，也因为有另外一个问题的发生，所以5700万啊，这是跟大家交代一下整个8000万的一个由来。当然，这个8000万是指纯负债的部分，这个还不包含了公司的营运上你会有需要的支出。这边有没有现场有开公司的朋友？有没有？就是有做生意的，或者是啊开公司的有吗？麦克风啊，有前面有。OK， 好。那 Stanley 在讲述这个过程之前呢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，就是在加入超级生命密码的时间是在2016年的1月啊，那时候在2015年的12月 ，Stanley 接触了《超级生命密码》这本书。那在2015年的那段时间哈，9月到10月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是痛不欲生的一段时期，啊，因为负债的关系。所以很自然而然的，在每天会去担心一件事情：你早上起床不晓得中午的饭钱在哪里，那么你中午到了，你会开始担心你晚上的饭钱在哪边；今天会去担心明天是否有办法过活下去。好，那时候的一个状况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的状况。那么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，Stanley 在那段时期，我公庙也没有少跑过。啊，如同太阳圣者导师所讲的啊，德智粮不够的时候，什么都没用啊。可是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所在 ，Stanley 只会去想到说，反正一样嘛啊，就是啊，能够求的，能够去拜的，能够去转的，花的钱可以人们帮忙的，因为凡间的方法我已经找不到了。那时候还不晓得有超马、超级生命密码这样的方法，那么呢，我只能去祈求什么宗教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段时间呢，说真的，经历过了哈、啊，那时候Stanley去抽过签啊，2015年的时候，反正呢，抽到都是下下签，啊，就是呢没救。我也去找过占卜的老师哈、啊，算是啊，听说很有名的啦，反正第一把交易的啊，哎，占卜出来之后大凶。所以那段时期是这样过来，觉得应该生命是无望。而相同的，在那段时间里面呢，很多财务专家，很多的我们的股东啊，那包括就是请外面来评估整个公司情况的，通常都是两个字，就是收了吧啊。因为呢，这个看起来这个洞太大，因为呢，你的负债是在8000万的情况下，你每个月还要烧掉200多万。那么如果在一年这样算下来的话，你的负债会将近超过1亿多，甚至负债的钱滚钱的情况下会更可怕啊。所以呢，那时候在2015年的11月，那时候所有财务专家评估完，包括会计师评估完，就是劝我就是收摊了好了。而那时候只内心有一个期许跟期望，就算要收的话，那么也希望能够有好下场啊！那时候内心只是这样子想而已，因为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办。所以呢，我因为朋友的介绍，我拿到《超级生命密码》这本书，跟现在各位手上所拿到的《超级生命密码》这本书，或朋友送给你们的是一样的。而我看到了第二章之后，我觉得很有感觉，所以呢，我就跟我的朋友借了钱啊，因为那时候 Stanley 真的是入不敷出啊，饭钱在哪都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借了钱要干嘛呢？我想参加导师的课。导师那时候在2016年的2月初有一个2天的课程，
跟我们8月26号或者是其他的课程很像，它是个主题的课程啊。因为呢 Stanley 觉得说，好，我既然在任何方法都试过了，但是呢书上所讲的超级超密码导师在书上所讲的内容就是爱与感恩，而他有一些法似乎是很奥妙，森林那时候的感受只是这样，而我的朋友也劝我死马当活马医吧，你就试试看吧。森林就去了，去了之后才发现说，原来啊，我们不偷不抢不拐不骗不等于我们不造业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好人，实际上 Stanley 呢，哎，也算是做了很多坏事吧。因为在忏悔里面才会了解到说，原来我们有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所以难怪发生了那么多后面的果，因为前面种下了因，后面就会有果。所以呢 Stanley 在那一段参加完导师的课程，在2016年的2月，从那次之后，导师所有的课程 Stanley 从来没有间断过，到现在没有间断过。因为也因为那一次的课程开始之后，加上当时有导师有一对一的咨询，好，那经过了这一段，包括每天的基本显修步骤1、2、3，而原本一个公司营业额一个月啊不到100万的，厂商也不敢出货啊，2016年、2015年底没有厂商敢出货的，你负债成这个样子，你没有钱就还厂商钱，谁敢出货给你啊？好，恶性循环就来了。大家都知道要卖东西总得生产吧，不管今天是卖吃的还是卖喝的还是卖电器的还是卖椅子还是卖枕头，你没有材料你不可能进料，你就不可能卖得出去，不可能买空卖空嘛，对不对？除非是你卖空气啊，那卖空气可能不用成本啊，不可能。在这世界上就是你一定要有生产才会有卖出，所以那时候没有厂商敢出货，一个月营业额不到100万的情况下，而奇迹就在2016年的2月，刚才有讲哦，我参加了导师的主题课程，奇迹就在2016年的2月底过完农历年后开始发生。因为厂商那时候跟 Stanley 讲了一件事情，这是想都没有想到的，厂商说这样吧，我继续出货给你，你要转动的起来。因为原则上来讲厂商是不敢再出货，而那时候生意确实从2016年营业额100万，2012年营业额大概100多万，2016年的3月因为货来了嘛回到400万，2016年的4月5月6月陆陆续续在当年季，当年就是2016年那一年的营业额居然可以回到9600万，这在2016年。而原本所有财务专家评估请 Stanley 这间公司收掉了没救了，可是呢我们有集团居然在2016年的3月4月5月到现在不间断的一路在支持着 Stanley 的公司，而我 Stanley 的债务，我们公司的债务也从原本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过嘛，数字很简单，欠银行就8000多了，那你其他的将夯不啷当加加减减的，包括每个月一年可能要烧掉了，加起来可能都1亿多了，这些数字在陆续的降低他的债务，从2016年那时候刚加入超马将近8000多万的债，到现在到今天银行确认过不到3000万，整个负债回到什么？这是一个奇迹。Stanley 要跟大家讲的是说，它是一个很奇特的奇迹。导师曾经讲过，一次、两次叫巧合嘛。啊，这太阳圣德导师在网络共修课或者在课堂上都有提过，大家做做实验。Stanley 是亲身做了2年多的实验，所以 Stanley 想问在座的各位，有没有不缺钱的？有没有？在座有没有不缺钱的？那个钱很多的呀，没有？时间好像问颠倒了，时间再问一次，有没有缺钱的？有没有？有有有有有。我本来想问一下说，那不缺钱的 Stanley 还是有需要啊？
那么有没有觉得每天过得不是很圆满的？有没有？总有大小事啊，有了啊，有人不好举手啊，有还是有人举手的。那么 Stan 在这里呢，就要呼吁大家了啊，8月26号导师的课，12月底，12月22号啊，导师的课程啊，不要放弃了，因为这是非常好的机会。因为有很多人问说，因为 Stan 也有开精英会啊，所以有些同学就会问说啊，那个基本解救步骤1、2、3怎么做？因为书看了还是不懂。好，那很多的东西不懂，不懂刚好导师有课程，就不要放弃了。因为 Stan 也刚好有那个机会，遇到了这样的机会，才会拥有这样的转变。如同太阳圣德导师所讲的，1次、2次、3次叫巧合，你每次都有就叫奇迹。这些奇迹可以发生在 Stan 的身上，只要各位同学们，你们如果也愿意，我相信如同太阳圣德导师所讲的，天地的祝福永远在我的身边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